我只想说谢谢你每天。 Hello， 我是 Penny 戴佩妮。今天呢，我的好朋友 Number 要发行他的最新 EP， 然后这条路上其实一直看到他走下来呢是非常非常的努力的，所以这次他发行他的 EP， 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Number。